代论坛声音专栏，每周精选。2013年2月10日，第1328期时代论坛专栏新闻解读，明德，法国同性婚姻与收养孩子。80万人在1月13日汇聚首都巴黎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准备通过同性恋婚姻以及同性恋家庭领养儿童的合法化法例。这次的抗议主要是由天主教信徒和右翼反对派人士组成，目的是抗议同性婚姻和领养儿童合法化，令到传统家庭作为社会基石的功能将会被新法例严重破坏。目前法国容许同性恋人结成同性伴侣，但是没有同性结婚和同志领养儿童的权利。在2005年12月5日，英国正式开始同性恋登记合法婚姻，要在当地进行民事登记才可以得到同异性恋婚姻相同的权利，但是法例并没有提及领养儿童的权利。相比之下，法国今次同性恋婚姻以及领养儿童的问题似乎捆绑在一起，所以分歧比较大。有法国传媒报道，56%受访者不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但是50%的人反对容许同性恋人是领养儿童。关键在于领养儿童的分歧比较大。笔者假设这次的抗议参与人数众多，都是因为怕幼童未有能力自决的时已经被同性恋者收养，剥削了他们选择被异性恋者收养的权利。当然同性恋的人士亦都可以提出相同的假设，同性恋婚姻的人亦都是被剥削不能够收养儿童的权利。既然同性恋婚姻和异性恋婚姻在收养幼童上都不能够自决，这样行之有效多年的异性夫妇作为完整家庭基础的收养权利就应该被保留了。儿童被收养是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同性恋婚姻者是否应该有相同收养的权利就要由他们证明了。他们收养儿童之后才能够评估他们是否合适收养儿童，但是我们不能够将收养者变成白老鼠，要先收养后评估。究竟谁可以掌握儿童的命运呢？是政客？是同性恋者？作为成年人要保障儿童能够健康成长，我们又怎可以将收养者变成为白老鼠呢？另外同性婚姻是应该没有生育的可能，他们的收养对象有可能因为成长的圈子认同同性恋，在成长期学习父亲或者母亲的形象的时候，也都是可能比较单向，剥削了他们接触异性的选择，也都剥削了性别成长的性别倾向。当然同性恋者认为性倾向是天生的基因造成，但是笔者认为亦都是有可能从学习得来的价值观。因为现在并没有严格的科学研究证明天生的同性基因的理论是有它的真确性，被收养的儿童对于男女性别的价值观亦都因为单向的灌输而可能被扭曲导致偏执，亦都是构成儿童在性别自决的障碍。既然法国目前容许同性恋人结成同性伴侣，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平权的申诉，亦都是可以理解。但是儿童被收养的问题就应该严谨地去思考上述的问题。这个都只不过是笔者个人的意见，希望这篇文章可以抛砖引玉，引发专家学者讨论，丰富笔者思维，荣神益人。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